真的是没有能力去还，我这样还你二十岁而已，你欠150欠二，且不是欠个，你欠七个，哇，啊，所以就会想到这样至少。对，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这样，啊，你是在走的，但是你不懂你要走去哪里才是，终点，又没有脸回家，又不想回家。我在自杀前，其实我有很大声的喊耶稣啊，三次，然后过后我就跟他说话。那时候我在驾着摩托，所以很大声跟他说，我说你如果你是真的神，你就你现在就下来救我。所以我家人其实不太了解，就是说比如讲因为我家里我最小，虽然我最小，但肯定是父母比较疼，所以我讲的不了解就是他们只是不了解我里面，就是讲我已经开始，其实我已经慢慢变得不爱读书，其实他们也不懂。 It's here to break at pace. It is a turning it throughIt's on here now, the goalkeeper's beaten, and South Africa have their first. He does have time and space in which to recover. And then a decent ball in with three waiting. Surely it has to be, and it is.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踢球，看球啊那些，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我15岁的时候，受到朋友的影响，因为我朋友都是有，因为他有读球，所以那时候刚好被我看到，所以我就问这是什么，所以当他跟我说了以后，我就开始慢慢一直掺在一起，就是说跟读书的朋友一直聚集在一起，一直讨论研究啊，所以就下注之类的。球的时候是肯定是第一很兴奋，而且你是跟一些的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喊啊那些啊，其实是很刺激的。都觉得我妈是接受不了，然后的意思就是说，我需要去想办法来缓解自己。
在我自杀前，其实呢，我一路以来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虽然我之前我拜一些的神，但是其实我不相信。但是过后我在自杀前，其实我有很大声的喊耶稣啊、三次，然后过后我就跟他说话。那时候我在驾着摩托，所以很大声跟他说，我说你如果你是真的神，你现在就下来救我。就很奇怪，我就开始慢慢相信他，而且我想要尝试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很真，很奇怪在我身边，所以我就每一天都祷告。我跟他说，你很了解我，我懂，但是我现在我这个赌的瘾，我没有办法拿掉，我求你拿掉，如果你拿掉，我就相信你就是那一位神。每天都祷告，大概祷告两个星期这样。有一天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慢慢对这些赌没有任何的兴趣。耶稣叫我们两兄弟去做清洁工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比谁都还要惊讶，还有难过。那时候我没有想说他可以做什么，只是想说来这边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环境，他不一样的朋友，可能看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我忘了那个事情是怎么样，是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去接待。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做，每天去那边一直要给人家笑，给人家讲，给人家指指点点，所以那种的感受啊，做到你的眼泪会流，因为你不懂你自己在做什么那里。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理会别人怎样嘲笑我们，因为我懂，我只在乎耶稣这样看。有讲话，有说话，但是不会去很深入的去了解，比如说说心事啊，有说都是我出事的时候，就是赌输球了啊，欠下债就会跟他说，应该是这样。他虽然有时候他会骂我，但是其实我都懂他是很疼我，所以我很高兴，我很开心，神给我那么好的姐姐。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了，我觉得他真的。